小子，在我面前出老千，想死啊？打5000块钱一局，谁会偷钱？蒙我呢？啊？我敢保证，你现在手里多一只牌，啊？不信咱就赌啊！我就让所有人来看看。要是没有了，你拿什么赌？拿什么赌？行。你说我拿什么？命。松开。真他妈作死啊！啊，5000块钱一锅，你都敢出千？来，放好了。冷静点，咱们不能这么闹。来了新的桶，不搞这个的啊！但敢管老子的闲事，他错到头了。说，现在是剁哪只手指头啊？啊，这根、个？还是这根啊？干什么？谁呀、啊？你是老大还是他是老大呀？你是老大？我是。大哥，来来来来，哟，干嘛干嘛？你谁啊？谁？不是你，大哥，咱有话好好说，咱把刀子先放下。不放。搅局是吧？没啊！信不信我连你给我捅了？我信，我是东海龙王，我专管那些虾兵蟹将。是，什么个什么呀？你谁呀、啊、你、哎？误会了，他呢是管你们的，我们这儿都归他管，他是大老板的皇亲国戚。什么皇亲国戚不皇亲国戚的，老子还是你们大老板的上帝呢！啊，哎呀，他可是专管上帝的。是，闭嘴。你是吧、大哥，你看我是新来的，我是这儿的经理。我来了之后呢，这里只允许娱乐，不能打架，更不允许赌博。那不来这儿耍钱，我们来干嘛呀？你可以跟兄弟们在一起聊聊天，叙叙旧，畅谈一下理想，规划一下以后的人生。哦，那要不要顺便谈个恋爱啊？哟，可以呀。嚯，这个都是老爷们儿。喜欢这口啊！不是，这他是谁呀、啊？没有。哎，不是，你们拿东西啊！大哥，娱乐场所禁止携带管制刀具，我替您暂时保管一下。小宝，给大哥把刀擦亮，告告油。好嘞。这不是你还上油？你是谁呀、啊？这是我们王经理。对。我是这里的新来的经理，我叫王大龙，你可以喊我大龙或者喊我龙龙都行。如果你要觉得费劲，喊我大龙王都可以。我来了当经理之后呢，这里只能娱乐，绝对禁止赌博。嘿，谁能告诉我他到底是谁？哎呦，八哥，我们都在听他的，他跟以前的六个经理不一样，人家当过兵。是，兵哥哥。哎，